接近。听多好，喜欢站起来。
变的功能，就是比我之前用的那一款相机方便的是，它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又可以这样拍，然后它卡住了，它这个磁吸好强啊，就它又能这样子拍，就它能横屏又能竖屏，就很好，很方便，就不需要这样拍，不用去转手，你只要切一下它一个摆放的方式就好了，觉得这个挺好的，挺方便的。就它这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自拍，自拍的话你能在这里看到你那个呈现的像那个图像，就觉得挺方便，挺方便。相机加壳不能跳水，普通相机如果你说普通相机的话，最好是一定要有防水壳，就但是我们这一个的话是专门有防水性有防水的性质在里面，就是它可以防裸机防16米，裸机防16米，就是如果你还是很担心你的相机会进水的话，那就最好是再配一个防水壳，防水壳的话能下大深度，就能下40到60米，就考虑你是考虑你哪一种，但我觉得我现在水下视频用这一个相机就足够了，这个相机它拍摄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期调色的话就很有大片的感觉，很有大片的感觉。然后明天我现在忘记充电了，但是我有电，但是就是我基本上提醒我要充电，就我明天还会继续拿着这个去帮我的一个 model 小姐姐拍视频，就大概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很小巧，很方便，很好，很好用，就大概这样。衣服很闷，对，这个衣服它不排汗，它如果你在穿这个胶衣的里面出汗的话，它就是。咋吗？那卡我就去喝水了，我就去喝水了。欢迎，谢谢点赞。明天南京又冷，但是这几天也安排下水，这几天也会安排下水，那我直播的时间相对于就会减少。对，那其实我发现其实进来的那个看就是认识胶衣的还是蛮多的，就是相当于问这是什么衣服，说这个是胶衣都是成正比的，那其实蛮多的人还是蛮懂胶衣这个东西的。黑色要等到12月份，到时候黑色来的话我就可以不用穿裙子，可能不用穿裙子，因为我看别的博主他们穿黑胶衣的话就不需要穿裙子或者穿裤子，但是白色胶衣不行，如果白色胶衣我不穿裙子或者是裤子的话，他那个审核会不过，直播间审核会不过。黑色等咯，黑色等下个月黑色才到货，因为是定胶，说都在赶工，因为好像可能他们那个交易的定值蛮大，还是蛮大。不说话，好卡，又卡了吗？穿的衣服不是塑胶，这是胶衣、乳胶衣。塑胶那个不叫塑胶，如果你说是有个类似的，应该那个是叫皮革吗？就类似这一种，就是我靴子的这一种。它不是皮，应该是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材质，这个东西就跟我这一种有点像，就跟乳胶有点像，就是有点油亮油亮的，但是它又不是乳胶。真卡也没办法，因为我现在看的时候我的那个网络是满格的，卡也没办法了，因为我的移动数据也不是很强，现在是用的是 WiFi。 穿长靴，因为我现在我不站着直播，如果我站着直播我会穿长靴，因为我现在穿的那个带有袜子的话穿长靴是很不方便。
装个好点，不是装个好点，就是可能用久了它就是卡，没有办法。但有时候网络信号又很好，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透气，这个不透气对身体不好吗？你不要穿太长时间，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差不多了。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继续穿，那是你个人你要求，但是我觉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直播一般几点钟直播，一般都是八点钟过后直播，现在九点钟也一个小时了，我是八点钟到九点十点钟这样直播，然后白天的话是中午有时间直播，但是中午直播我一般不说话，中午跟晚上的十二点过后我是不说话的，然后中午的话我一般不穿胶衣，中午的话我会穿春丽，要么就可以，你们要是想看蜘蛛侠我也可以穿蜘蛛侠，因为蜘蛛侠我也有，然后春丽我也有，然后就是一些 cos 的东西我都有，就我之前下水有穿一些这些衣服，我到现在直播间我也可以穿。连体的，主播不用设备呢，我不用设备，就是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是可以下24米，可以下24，因为我现在是三星，但是我不是一次就能下24米，是要花一两天时间，要慢慢练。所以你说那个28米，要是我想再认真刷一下深度，28米我也是能下。明天穿什么？明天我要下水，明天我要潜水，然后等一下我下播后我要去给他充电了，我怕我忘记充电，然后明天我要下水，明天就我就不直播了，因为没有时间直播。女的什么东西我看一下，蜘蛛侠你知道我有多少套，我自己想一下，应该有三套还是四套，两套是全包裹蜘蛛侠，有一套就是有点像泳衣款的蜘蛛侠。你到五米耳朵疼，你到五米耳朵疼，你已经算是，因为如果是普通两米都会耳朵，你到五米的话，那证明你还是蛮，你是经常下水。五米为什么耳朵疼？那是因为有水压，水压会打压不平衡，受到挤压你耳朵才会疼。那你要怎么样？你就要做耳压平衡，你才能会把耳朵在水下有压力的情况下达到平衡，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这个状态，就不会耳朵疼。胶衣很好看，谢谢。我脚那个也不是定制款的，我这个不是五指袜，是普通的像袜子的那种套脚袜。白天我一般是中午十二点钟直播，因为那个时候是休息时间。中午一般是十二点直播，那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中午直播我不说话，然后你们可以跟我弹幕，但是我不会说话，我也会简单的回一下你们。独特吗？我觉得胶衣很好看，为什么会独特呢？全身看不了。对，我会说话，只是我是说我看是。
对，我会说话，只是我是说我看时。
话，只是我是说我看。